啊，今天不估价，所以说不用担心估价排队的问题。哎呦我操，这个号好有收获，太大了，流星轨道啊啊，梦幻游记，2005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学校下午放假，你开心的去到了网吧，接触到了梦幻西游这个游戏啊，注册了一个号，选择了你当时认为最帅的造型啊，叫做啊逍遥生，看看你在游戏里玩到50级结交的好友。在那个时候玩到50级已经很难了，因为以前没有藏宝阁，没有口袋，每天利用师门时间玩到50级的话得需要一个多月，就是因为你每天上学期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，你中午12点休息，下午1点半上课，来回的学校到网吧的路程需要半个小时，也就中间一个小时上网，15分钟排队啊，做师门30分钟，基本上玩到一个50级的号，正常的一个好好学习的学生，中午时间去网吧也得练一个多月啊。看一下老板身上的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叫做知了啊，是现在再也没有的道具啊，蟋蟀，2005年5月1日，系统相遇都没有。好友我孤单我寂寞，站不停，名捕水儿，守护天使为你流泪，虚幻的世界你二伯，天之骄子无聊阿霞，百分千分千分号，后悔有期啊，好不逍遥史逍遥，情郎哥哥堕落草莓啊，邪恶龙帝啊，库达斯逍遥小太子，堕落亮少啊，堕落亮少，情缘阿呆，松松蓝色守护啊，小富婆啊，当时由于有一部分玩家电脑知识普及的非常的啊差，然后他们不会切换输入法，当时我们用的输入法叫做智能 ABC， 会切换输入法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。切换输入法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 Ctrl 加 Shift 的，一种是 Ctrl 加空格，你们一般用哪个啊？早期的输入法没有这种云功能，没有智能两显功能，有的人只会用英文输入法，你跟他聊 QQ 的时候他甚至会给你打拼音啊，空格啊，Ctrl 加上档，这两种切换方式嘛。好胜昊天胜，虎霸孤独逍遥，沧海秒沧海之一粟，剑侠两客，疯狂冲击者啊，疯狂冲击者最终冲到了66级啊，还有个浪漫冲击的帮派，估计帮派早就倒闭了，可惜他的好友已经再也没法更新了啊啊，阿菜龙卷风的爱啊，25级啊，天庭战皇逞强扶弱，嗯，见美女就是抽啊，爱且行且珍惜，流星轨迹啊，有个轨迹有个轨道啊，轨迹41级，轨道28级啊，爱的芬芳啊，紫色梦幻黄虎童话灵活啊，西门吹雪西门吹雪啊，神天得对啊，张鹏森啊，张鹏森正燕剑道啊，帅少辣无不点，大写加小写啊，无敌帅哥，世纪绝情啊，世纪绝情真他妈冷酷啊，真的老板的网名都快把我看哭了啊，世纪绝情得他妈多冷酷啊，世纪绝情啊，我操他的，真的这些网名啊，这些啊真的是一波回忆杀，流水无情，散步的小声啊，浪漫冲击帮派啊，行，可以，感谢老板的一个啊，05年的5月1日的号啊，